是你吗？先放我下来吧。别下来，桑。那，你总不能一直这样抱着我。未尝不可。暗月，花将军，你还活着？那个将军种是你的？暗月，你为何会打开城门，引军屠城？恨半月国，早就和敌国将领串通好了。小心，是蛇羽。你又想干什么？不知道，他们不听我的话。不对，这坑里有第六人，不要被他骗了。谁？喝酒半月。这种出卖自己国家的人，与宣姬何异啊？你说谁？住手吧，小裴将军。血雨探花，太子殿下，还是第一次听到你这么叫我。我可以看看你本来的样子吗？